其实肥通也是几悭家的，平均一部那些挂烫机都要成千几二千元一部，上淘宝就便宜很多了，我记得最便宜100-200元有一部了，质量是怎样试一试吧。测试的是好美特蒸汽烫烫机，110元的价钱是不是真的可以用的？这个蒸汽壶个人来讲挺喜欢的，因为够细部可以旅行用，它金属这个喷嘴这个位置相对小一点的，拿到件衫的面积比较少一点，可能未必那么好，但是它蒸汽口特别多特别密，大家以为这个调校温度错了，原来拧开它是入水的，起动时间相当之快，大概1分15秒就喷出蒸汽，可以烫衫了。好了，巢晒了，试试它了。可能温度够了，碌几下呢其实已经平复了，已经是。看温度几多啊？哇，80多度啊，有成。如果掂落去真的不得了。肚腩位见到水泡滚紧啦，试试睇几热啊呢个位。哇，都有成100度喎，机身真系唔好摸落去。好彩手把位只系得50多度，唔算太热。呢个蒸汽烫狗咁嘅温度，令我谂起一样嘢，唔知得唔得咧？就系6杯面。肥通果然喂食啊！大概烫咗5分钟，面身就开始变软，而且过程入面仲一阵阵嘅面香。肥通即刻试翻啖啦！半淋咯，我谂6多5分钟应该食得噶啦。